又到点儿了，早点中午。这叫什么？过年做的菜，怎么做的？咱们得怎么吃完？这个挺好吃。那吃吧。妈，你可别做新菜啊！做了，明天早上做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回去睡觉了吗？刚才我们分了两拨，我姐带领他们上我姐家了，只有我一人留在我妈这儿。我也搂睡着了。我在沙发顶睡着了。然后我妈通知我到点了，该吃饭了，然后喊他们回来。我睡着了，我睡挺香的。那俩孩子呢？仨孩子呢？我不知道。仨孩子听不听不知道？他们仨呀。我跟你说，过年最快乐的不是咱们大人，是孩子。不行，不是？今天早，不喝点。行，有点重。对呀、啊。好，妈妈。我一般都在那家吃。第一顿的饺子吃不完怎么办？换煎饺。煎点饺，熬点粥。过年那天好多菜都没品尝到，因为太多了，这个肚就没怎么吃。今天我好好尝一尝。我尝。啊！你这是哪个？这个？你大锅粥啊？你大盆子？那你就整多了，怎么样呀？这是马小红昨天晚上焖的饭有点硬，完了就炖成点。他家胃多好。你们家吃硬饭胃不难受吗？我们家没有人愿意吃软饭。主打一个铁胃。什么盐？这三头子。给着急。你给我炒了一吃，老快了，吃了。沾点咸盐就行呗，那玩意儿，那啥呀？对吧？嗯，咱俩去，咱俩吃油炸的，那不入味儿。钢筋好吃，你给他掰个钢筋去。你家那么掰灶就吃。你领他上那个工地啃楼去，就那没竣工的。我要切成片儿啊，切成片儿的，完了切成花的，改刀，搁咸腌一下。我愿意吃那样的。来吧，伙伴们，继续打入正菜。老上桌，开饭。好好干啊，好好干，让你们这些菜吃到正月十五。有那个不是的。你们俩干啥呢？怎么净搞小动作呢？老给你碗饭呢，你赚吃菜是赚圈啊，记住是你自己想法。哈哈哈哈哈。你们有点不适应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没放那个大桌面吗？啊，这没放，它下面转吗？哈哈哈哈哈。妈，我快点过去。不吃一碗啊。转能找不着，记住这碗啊，姑娘啊，记住哪个是自己的碗，就这么一转的时候，你们就找不着了。转菜的时候，哎，对，就找不着了。哎，轻点，轻点，咱别转了。我爸第一次做是这个原因吗？啊，对对对。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我爸的一件事儿。发现一道新菜。你吃一个啊，发扬。住手！啥呀？住手！饭后娱乐，继续磕麻将。我烧着呢。你俩这是二选二啊？俩人都能打，看着没？我们平时不在的时候，我老跟我妈他俩自己玩。这么涂了吗？是吧？嗯。涂了。我老都愣住了。那我糊八条。你糊八条，我糊三块钱。八条九饼。六饼。他们已经洗的太快了，洗的太勤了。人汤锅就别七小对儿，俩人非玩七小对儿，再劈大的，他不光这次多啊，就干蒙了，也挺费劲。麻将局子结束，我姥还有小李同志跟我妈在那斗地主呢，然后我们姐俩下楼找我爸来了，跟我爸借个打火机，我们俩把加特林放了。你俩上店里了啊？手电电话去了。没意思，在屋里太闷了。完了就是跟他们打麻将打足了。是谁赢了？不知道谁赢，我妈还有小李他们。纯属娱乐。你们牌局子结束了啊？俺俩刚要放炮，你们就来了，挺会赶点儿呀。我爸，你瞅瞅，光大脚丫就出来了。这老头儿，
在哪儿？你会放？对，他们都那么玩，就拿手这样。这个是。这是举的加特林，这个是我妹夫赞助的。这玩意怎么玩的？天上雨花一样，我说这长那嘎子好看。啊！哎呦，哎呦！这是加特林呢？来了，这40块钱还行啊。放着吧，明早俺们都收拾了，你撂地。你看这广场子，明天我爸又得来收拾了。今天白天啊，这顶哇，透红一片呢，哎呦这么厚啊！我们干三车干出去40个。俺们小区也是。哎，这玩意知道你说买40块钱一个？嗯。那天俺们和我婆婆家他们批60块钱一个。你是你到年根儿，他这是没过年之前买的，那阵便宜。哎妈呀！你这么算，鞭炮也挺贵，一个玩40块钱没了，是不是啊？老爷那有橘子、花生。老爷夫人就给介绍他那款的好吃的呀。是吧？会员没有。比较极端。快走吧，爸，回去吧，快冷的。还有那个什么饮料。来冻饺子，快走吧，俺们也回家了。拜拜。拜拜。